棋盘格以外，像是这种两件套的针织衫，从去年秋天到今年都非常流行的。它呢是有一个短款的外套，然后搭配了一个针织衫小背心，它用了链条的元素在这个肩带这里，像是链条有点酷酷的感觉，针织衫又是比较温柔的一种气质，就是两个元素撞击，比较特别，比较好看的。同款黑色也很好看，那黑色的像这种坎肩外套，我有一件跟大家之前分享过，所以这次我就选了白色，搭配蓝色的牛仔长裤或者皮的半裙。